虽然电梯很常见，发明了有100多年的历史啊，甚至更长的历史，我不确定啊。我们大部分人坐电梯也成为日常，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呢、相当一部分的人，这个比例不少啊，是不会乘坐电梯的，不管男女老少，还是年轻还是老一辈的人啊，很多人不会乘坐电梯呀、这个体现在哪儿呢？最简单、最基本的原则就是，很多人搞不清楚。怎么按电梯按钮？一共就2个啊，一般一个上一个下。那很多人搞不清楚，搞懵了。那个他下的时候，看电梯在上面，比如说他人在14楼，那电梯在21楼，那他该按哪个呢？啊，一般情况下这种不会错，会按下，对吧？那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什么？电梯呢在6楼，他人在14楼。那他该按下呢，按上呢？你想一想哈，如果你觉得该按上的话，那你就理解错了啊。大部分情况下是该按下的啊，或者是都是该按下的。这是电梯呢，很多人是根据以为那个按钮啊是指挥电梯的，是电梯上下的，其实不是的。那个上下按钮啊是根据你人的需求来定的。你想下的时候，不管你在几层，不管电梯在你的上面还是下面，你都按下。你想上的时候，不管电梯在哪一层，同样如此，都按上。所以电梯的设计啊，都是以人为初衷的，都是以你所在、你想要上下的关系来决定的，不是按照电梯的上下关系决定的。这个呢，很多人搞反了啊。统一，我这次这个普及下知识啊，你下就下，你上就按上啊。不管电梯在上面还是你下面，这个能理解清楚了吗？对吧？绝大日常观察啊，一大批人，包括办公室的精英白领啊，都会摁错。那摁错会导致什么呢？电梯的用线效率啊极端低下啊，经常我看到人忙的时候啊，电梯挤进来，电梯等不到，经常本来他要下，结果他摁了上。那个电梯本来，比如说他在14层，那个电梯啊本来是要可以直接上到20层的。结果很多要从14层下到1层的人，他按了上，那导致14层人会开，那15层的人也会这样想，所以导致15层也会开。本来电梯可以直接到20层的，却导致15层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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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层都会每层都开，那导致电梯的运行效率就会极端低下，会变得非常慢，对吧？所以我还是要看起来是很多很简单的常识性问题。但很多人啊会弄错，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的弄错啊！这个我再强调一遍，你下就按下，你上就按上。电梯的运行效率啊，它的逻辑啊就这么简单啊！不要想电梯在哪儿，跟电梯在哪儿没关系，跟你人在哪儿有关系，跟你人想去下面还是想去上面有很大的关系啊！或者是，就是一切的关系，根本逻辑就在这儿啊！不要想电梯的问题啊！我希望呢，把这个视频啊转给身边更多的人，提升我们的这个电梯运行效率啊，尤其是在办公室上班的人，深受电梯运行效率之低啊。其实很多这个写字楼啊，因为电梯的很多部的啊，有高层的、低层的啊，有些电梯啊达到6部啊，甚至12部，甚至更多啊。它这个侧面有这个对面啊，有高层有3座，甚至转角还有3座啊。但是尽管如此，电梯的步数并很多，并没有导致它的效率提高。很多时候原因就在这里，它电梯的逻辑啊理解错了，很多运行效率理解错了。所以我建议啊，就是电梯的那个按钮处，每一层啊都会普及这样一个知识，就是你电梯你想下你就按下，想上你就按上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就这么简单两句话，应该普及到每一个地方每个楼层，对吧？甚至我们现在电梯不是有电视广告吗？应该插播这样一条公益广告，让我们一起啊把这个电梯的运行效率提升，让我们人员流动的效率提升。不然每一次啊这个上班啊下班中午吃饭，电梯啊都哎呀等得很崩溃，等得很多人啊就是非常不耐烦，非常容易暴躁，甚至比大堵车的时候还容易暴躁。好在是，尤其在封闭空间，更让人产生一种幽闭恐惧啊，更让人感觉压抑、苦闷、不舒服啊，无名状的这个暴怒啊，本来上班就很不爽啊，很累，
这个时候电梯效率极端低下，导致火气啊容易更急剧的上升啊，所以我希望能普及一下这个电梯知识啊，大力普及，把这一期视频呢推荐给所有这个上班的人啊，有电梯用一些困扰的人，或者不懂怎么按电梯的人啊，你别以为这个理所当然，大家都理解啊，其实不是的啊，你只要观察一下，稍微认真观察一下，很多很多的人就完完全全不知道电梯该怎么运行。他是按照那种理解啊，电梯在下面，如果他要下，那他还是要按上的；电梯在上面，他要上，那他还是要按。啊，这个是错了啊，这个逻辑啊，就是他把这个逻辑啊正好整反了啊，所以懂我意思了哈。这次我们要下就按下，不管电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；我们要上就按上，不管电梯在上面还是下面。就这么个简单的逻辑哈，好，这期就这样，拜拜。